是你们最喜欢的犀利。大家好，我才是你们最喜欢的吧。嘿，花辣，哪有你这么自我介绍的呀？啊，我是说，那个我们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犀利和花辣。这还差不多。哼，今天要带小朋友去哪里呢？深圳野生动物园。啊，那快点儿出发吧。小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就在深圳野生动物园，接下来就有雪花啦和丑丑一起带大家认识一些动物朋友们。诶，对哦，丑丑呢？他说先去了灵长类动物朋友的家。灵长类动物？没错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灵长类动物的眼眶朝向前方，它们的手和脚的趾是分开的，大拇指灵活，多数能与其他趾对握。有的灵长类的尾巴长，有的灵长类的尾巴能卷曲，还有的灵长类根本就没有尾巴。灵长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是大猩猩，还有体型很小的卧龙和卧狐猴也属于灵长类动物。最后还要强调一下，人类也属于灵长类哦。丑丑究竟去了哪个灵长类动物朋友的家呢？我们找找吧。咦，这不就是丑丑吗？我还以为是一只猴子呢，原来他来到了灰颊白眉猴的家。这里住着一家三口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还有一个小宝宝，真是幸福呢。灰颊白眉猴的老家生活在遥远的非洲，他们身上都是黑色的毛，最有特点的是他们头顶上好像戴了一顶黑色的小帽。灰颊白眉猴非常的活泼，看他们多开心呐，跑过来跑过去。在野外，灰颊白眉猴喜欢沼泽森林，很少到地面上活动。对了，它们最爱的食物是植物和果实。我也知道一种灵长类动物，嘿，就是它，白颊长臂猿。雄性的长臂猿一般是黑色的，而雌性的长臂猿，或者没有成年的长臂猿，毛色比较浅，是棕黄色或者是乳白色的。看看他们的胳膊，特别的有力，他们的双臂能勾住树枝，然后一悠一悠，像荡秋千似的交替着向前。哇，
得赶紧找个肉包子呀，垫吧一下。别着急着吃啊，你记得咱们都看了哪些灵长类动物吗？当然了，那个像戴了小帽子的黑毛白眉猴，双臂特别有力的长臂猿，长着一身金黄色长毛的金丝猴，还有大尾巴又贪吃的环尾狐猴。这些灵长类动物它们吃什么？刚才好像介绍了植物水果鸟蛋昆虫，它们好像什么都吃啊。这回啊还真让花拉说对了，多数的灵长类动物都是杂食动物，植物肉类什么都吃。只有灵长类动物什么都吃吗？当然不是啦，还有很多动物食性都很杂，还有很多动物都属于杂食性动物，比如小朋友们熟悉的狗、猪、小浣熊、刺猬、黑熊、河马等等等等。所以不只是灵长类动物才什么都爱吃哟。哗啦，我介绍杂食性动物的时候你去哪儿啦？哈哈哈哈，嘿嘿，我快速的吃了两个肉包子，不好意思哈，吃饱了。嘿，这个哗啦呀，哎，那你吃饱了喝足了，我们又该出发了。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找找深圳野生动物园里草食性动物和肉食性动物。什么动物是只吃草不吃肉的呢？一道黑一道白的斑马就是。看，它们开饭了。据说斑马的条纹就像小朋友手指上的指纹，世界上没有两头斑马的斑纹是一模一样的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接下来羊驼也是草食性动物，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既有某些和骆驼相似的地方，也有某些和绵羊相似的特点。还有跳得最高最远的哺乳类动物袋鼠也是草食性动物。袋鼠有个特点小朋友们肯定都知道，就是袋鼠妈妈有个育儿袋，小袋鼠就在妈妈的育儿袋里被抚养长大。此外吃草的动物还有很多很多，比如牛啊、羊啊、鹿啊、兔子呀、骆驼呀啊等等等等，它们啊都是不吃肉的哟。小朋友们，看看我哗啦找到的肉食性动物：鳄鱼。没错，鳄鱼啊主要以鱼类、蛙类、水禽、野兔等为食，是典型的食肉动物。鳄鱼是迄今发现活着的最早和最原始的爬行类动物之一，它出现于三叠纪至白垩纪的中生代，是和恐龙同时代的动物。接下来出场的这位肉食性动物更厉害了，老虎。嘿嘿，这是老虎家族中体型最大的东北虎。看，东北虎的头又大又圆，前额上还有几条黑色的横纹，像极了王字，也就有了百兽之王的美誉。百兽之王要开饭了，好好享用吧。其实肉食性动物还有很多，比如狮子、豹子、狼等等，还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海洋动物也是吃肉的，比如大鲨鱼，还有鲸鱼。不对，鲸啊是哺乳动物，不是鱼类。
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一口气认识了这么多动物，还介绍了它们的食性，大家记住了吗？除了那些呀，你们还得记住，我花拉最爱吃的是肉包子。又来了，说你的词儿，别瞎说。啊，对了，接下来，又到了吃肉包子的时间了。嘿，怎么还是肉包子啊？嘿嘿，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，应该是啊，接下来又到了绿野卫士的时间了。没错，在上一期节目中，绿野卫士们发现河马流血了，可是身上却没有找到伤口。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一个号称是名医祥的动物医生来到了爱心小屋。此时小柯和小明白还没有赶回来，留守爱心小屋的小美丽却发现这个名医呀有点奇怪。接着往下看吧。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信号还不好，小柯小明白也不回来，稀里哗啦也不知道去哪儿。您是？我是一名动物医生。动物医生？动物医生，您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呀，我叫名医祥。这跟倒霉祥一个名儿，还能当医生？我叫名医祥祥想象。哎，反正说那么多名字，也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是一名动物医生。那医生您先请坐。我怎么没听说过森林里来了一个动物医生啊？哎呀，那我名医香香想象得跟你露一手了。你养过狗吗？之前小柯带回来一只，我们养了一段时间。那你知道这个狗不能吃巧克力，不能吃洋葱，对对对，更不能吃鸡骨头。对，这个呀，林伯伯特意叮嘱过我们。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林伯伯没说过。那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呀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给你解释那么多，你也听不懂，你就知道别喂这些东西就行了啊。那你既然这么厉害，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去看看河马？它生病了。河马生病了？哎呀，这你可问对人了。这样吧，我呢，自创了一套实看法则，专门判断动物是不是生病。实看法则？那都看什么呀？看什么？记住了啊，看眼睛，看鼻子，看口腔，看精神，看姿态，看食欲，看呕吐，看肛门，看皮肤，看粪便。哇，神医不愧是神医，你太厉害了。那您赶紧跟我去看看河马去吧，它流血了，而且找不着伤口，快快快。哎呦，
这河马流血，那可太严重了。那这十卡法则它也不够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样，你呢，去给我取一瓶河马的血液回来，这样呢，拿回来我去化验一下，那我就知道河马得什么病了。我这就去啊。哎，拿瓶大的啊，多装点回来啊。好嘞。我真是越来越佩服我倒霉熊的演技了。哎呀，去吧！哎呦！哥哥干嘛呢？小柯、小美丽，你们怎么不看着点啊？我这就看我这瓶子呢，没注意你们。我们这不是赶紧去问问林伯伯河马受伤的事儿吗？不用问林伯伯了，你们赶紧带我去吧，去采点河马的血，快！这么大瓶装河马的血？对呀，有一个名医说只要拿这么大的瓶子采一大瓶河马的血，他拿去化验就能知道河马到底怎么了。等会儿，名医？什么名医啊？名医香香想象就还在家呢。这相太难看了。这样吧，小美丽，我和小柯先去会会他。走，好，走。小美丽啊，这就是你说的名医？怎么睡着了名医？这名医比我小柯还不讲个人卫生呢。哎，小美丽，我觉得这个名医有点奇怪。小美丽，你把他叫醒，我们会会他。对，问问他。名医，谁呀？醒醒！哎。小美丽呀、怎么样，我让你办的事儿都办完了吗？河马的血取回来了吗？这个呀、是这样的，刚天有点黑了啊、小美丽怕黑，所以让稀里哗啦去给你取了。稀里哗啦去取了。明白。小柯哟，这个名医还认识我们俩呢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名医。有什么不知道？哎，名医啊，听说你学问特别渊博，要不咱们探讨。小美丽，不是、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，还找人来考我？哎，你别生气，名医。小柯想明白也是，跟你一起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给河马治病嘛。对，名医，我们听说了，您发明了一个什么动物看病实看法？对、我听着还挺神奇的，你具体的给我们讲讲呗。说，这个行啊，没问题。你们呀，记好了哈。看眼睛，看鼻子，看口腔，看精神，看姿态，看食欲，看呕吐，看肛门，看皮肤，看粪便。厉害吧、是不是特别的专业？名医，您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看粪便该怎么看呀？对，这说起来也是，这粪便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那具体怎么看我也没注意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快解释啊！急什么呀？就是闻，这个臭的呢，就是有病的；这个不臭的呢，就是没病的。这就完了？这就完了？根本不对，这个看粪便呀，
要从它的形状、颜色、内容来看，有时候呢还得闻闻它有没有特殊的味道，光从它臭不臭来判断得不得病了，纯属胡说八道。嗯，那就是说这个名医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是不是一个假名医呀？假的。这个倒霉祥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啊，不会是就去哪个地方睡大觉，没有去给我骗河马的血吧？还是又一次被绿野卫士给识破，没有一次让我省心的。哼，假的。这样，下一道题我来考考他。小队长，行，再考考他。哎，名医，名医啊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嗯，之前你给我讲过说狗不能吃鸡骨头吗？嗯，请解释一下原因吧。哎呀，这不都跟你讲过了吗？跟你解释了你也听不懂。哎，小美丽听不懂，我能听懂呀。嗯，请吧。请，请。这个鸡骨头呀，这个鸡骨它不好吃呀，它哪有鸡腿香啊？这个鸡腿我是，哎呀，想一想我就流口水。我知道他是谁了。哎，我也知道了，倒霉祥。这倒霉祥要那么多河马血干嘛呀？这倒霉祥要那么多河马血，那肯定是女王的阴谋了。那怎么办啦？怎么办呢？哎，小美丽，你赶快去拿一瓶红墨水儿。好，红墨水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你们三个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我们就确定了，您确实是真正的神医呀。名医。那个小美丽，快去给名医拿河马血。我给您去取啊。我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这倒霉孩子可真够笨。名医，河马血来了。河马血，何名医啊，您化验完了，一定要告诉我结果哟。哎呀，行，等我化验完了，给你们结果啊，都等着吧，哈。什么绿野卫士，我呸，还不是被我倒霉祥轻轻松松给骗了。倒霉祥，女王死了。女王陛下，您瞧，这河马的血，我给您带回来了。做得不错。那当然，我倒霉祥也什么像什么，那几个绿野卫士被我倒霉祥轻轻松松就这么给骗了。女王陛下，我给您说。行了，我没空听你吹牛，我要赶紧去研究我的魔法迷魂剂了。迷魂剂。小美丽，以后千万不能这么相信陌生人啦。我错了。咱们还是先想想怎么救河马吧。还是问问林伯伯吧。对，呼叫林伯伯。林伯伯好。是这样的，林伯伯，今天我和小柯在巡查的时候发现河马的身上有很多的血，但是我们仔细巡视了，它没有受伤，并且呢也没有任何伤口，也不太痛苦。哦，这个呀，别说你们呢，好多专业人员第一次遇到这个事。
谢谢林伯伯。林伯伯再见。林伯伯再见。原来没有流血。这下小美丽你放心了吧？放心了，放心了。哎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你们说倒霉祥拿了一瓶红墨水回去了，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我的迷魂剂研制成功了，倒霉祥，闻一下。节目就要结束了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，再见。